咱们今天首先欢迎两位我们出发的新伙伴岳云鹏、孟子义。我们选西瓜吧，岳哥。我还没选呢，人家都手都拿了。妹子已经帮我选好了，那就西瓜吧。来，咱俩石头剪刀布，赢的给两个币，输的给三个币。姑娘，咱俩出现刚两分钟，你已经指使我三回了。哎，昨天大家问说谁跟子义熟，鹏程就说就是小作精。你认真的冒犯鹏程，可爱可爱。但是我现在大家都说我成熟稳重有魅力，确实是小作精。孟子作，不是孟子义。当时的真诚呢？我始终都是真诚的呀。我看你兜，看看这面兜。别，能坏，我觉得你有问题。子作，我有什么问题？你说。那我要少投点吗，沙哥？no， 我没他们说的那么邪恶。那上次跟你录节目被你骗了也。哎，是。说大风，好大的风，十个人见了九个人惊，上云端。落叶的位置。子怡，你唱歌真的是这样是吗？嗯，我从小就唱歌不好听，但我有几首歌唱的还不错、哦、来我听听。也许放弃才能靠近你，时间在消失。嗯，很小心翼翼。我听到了什么？这个感觉确实比较震撼哈、啊！九月份的雪山，你好吗？欢迎两位新伙伴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舞蹈版狼人杀，还假装在这晃呢，就这个他都不知道是啥，哪个牙塞了？不槽牙呗。你承不承认你现在脑子上全是假发片？当然了。你承不承认你是男艺人里身材最好的？当然了。你跟。不会是假戏真做吧？哦，太狠了，我的范丞丞的尺度就是没有尺度。抢沙包，咱先可他们来。行，兵哥，他不是你最爱的腾哥了吗？给小外，好，打三英战吕布吗？给小外，哎，好，快，哎呀，哇，太厉害了，帅帅帅，打打打，我能信是谁呀、啊？这小外联盟，先打兵哥。哎呀，好运店铺八个人提交的电量值在27到35之内提交的电量翻倍，多晃多赢翻倍。如果都这么想的话，那废了。你让投几万？你他在这里头搅浑水，真没有。是啥？你要玩的舞蹈版狼人杀，那你不能学我。这个你不可能第一反应没有，别跳。这个，我怎么了？我也投的。我看小白一直没咋动，你为啥不动？我一脚略动。哎呀，真是很难交流。那有啥难交流的？腾哥和大喜。我真的是劲歌热舞呢，正跳着呢。大喜过生日，人家得投出去。人家都切割了，你还在这嗨？啊，后来切割了是吧？第二个就是他，我好像知道另一个老师是谁了。我也知道了，我好像也要知道。大反转，我师哥先投降，这也不是不行，我觉得可以投票了。我师哥是二号，好，行行好，平民我得努力呀、啊，我努力是不给狼机会。我师哥是二号啊。庄园将模拟当地的食物链，纷纷入局，成为食物链中的一环。通过任务。获得自己的身份及自己处于食物链的位置，按照生态排位进行链条循环式攻击。食物链：蒲公英、腐生菌、黑鸢、中亚蝮、粉红椋鸟、螳螂、蛱蝶。当食物链中的有一环被消灭之后，则下一生物自动延为攻击对象。其余不符合链条循环的攻击均视为无效。恭喜各位成员已成为食物链中的一环，大家可以通过小挑战来揭晓自己的身份信息。好，我们现在将给第一个获得身份信息的挑战规则。
出发团成员依次起身，并说出大家一起来新疆，几个人来的，说错淘汰，最终三人可得到身份线索，还可以获得50个电量。来吧来吧，没听懂啊，没听懂。说按顺序，一个人来的，完了俩，完了仨，完了四，完了五六七，然后七六五四三二一，七六五四三二一，对，明白吗？就这么简单，几就是几个人一起，没听懂，玩一把你就知道了。我来吧，来，好了，三二一，一个人来的，两个人来的，三人来的，三人来的。哥你起，仨人得站，仨人来的就咱仨了。对啊，完他就到他就四个人了，对，我就不说话了，站起来的就不说话了。我们仨人来的就站起来就不说话，就跳到他了，是不是？站起来的喊说的是我们三个人来的，说的是我们三个人来的。我知道，我知道我是跟你们仨一起来的，但这令不是你喊的吗？我不跟着站的吗？我的意思就 是我们仨一起喊。我完了，喊完就坐下，喊完坐下之后，我要不要再有四个人？我再，哎呦我的妈！他们是四个人了，就你是三个人里面的，我们四个不带你。明白了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来吧，谁开始谁开始，这次带头带了啊，从。陈晨开始来啊，三二一，大家一起来新疆，我一个人来的，两人来的，三人来的，四人来的，五人来的，六人来的，七人来的，七人，我怎么了？我怎么真的绝了？这是错了，六我们错了，对，哈尼错了。啊，三二一，大家一起来新疆，我一个人来的，两人来的，三人来的，四人来的，五人来的，六人来的。七个人，七个人，对，淘汰，喊你。OK。好的，我师哥在这蝶泳呢。一二三四五六，到六再往回啊。嗯。都给我停下。谁先？换一个。窜一个，窜一个。换一个。小白，小白，窜一个，窜一个，小白，小白先来。大家一起来新疆，我一人来了，俩人来的，三人来的，哎，俩人来的，三人来的，四人来的，扎哥，扎哥，四个人也来，他绝对是故意的，他不想玩而已。哎呦，我一直想咱们是一个平面。你别平面嘛，沙哥，你是这样啊，你输了的惩罚是。你面对太阳坐着，完把眼镜给我。没，我怎么有惩罚了呢？再给个机会，再给个机会。什么又给机会了？那个哈尼也给个机会。哈尼也复活了。哦，复活了，复活了。OK， 又可以又得开始了，玩到天黑。第十次正式开始来。腾哥，你先吧，你先改变路子。我就想一个人去新疆，我一人来的，两人来的，三人来的，四人来的，五人来的，六人来的，六人来的，七人来的。哎，怎么多了一个？刚才是不是大喜吗？啥呀？兵吧，应该是。六个人的时候，谁不应该站起来？来推算一下。你看，我一个人，俩人，俩人，俩人，三人，四个人，四个人，我们四个，玩五个人，五个人，五个人吧。六个人，我站了六人。我不对了，不对了，抓起来，抓起来，不对不对，他的错，对于腾哥惩罚，你就转过去，眼珠子不许动，盯着太阳。没想到是你藏的挺深啊，推出来了吗？如你所愿。去去看太阳。不许闭眼睛，看哭为止啊！来吧，开始，大家一起来新疆，我一个人来的，两人来的，三人来的，四人来的。哎，喊你。
你去，过来，坐那儿，坐那儿去，睁着眼睛往上看，睁着眼睛看，往上看，太狠了。就不流眼泪的不让回来啊！熟悉吧，新疆太阳，你是比较熟悉啊。我看这么陌生的，不是我也没有这么看过他呀。来吧，斌哥先。好，我们一起逛新疆，一个人来的，两人来的，三人来的，四人来的，五人来的，六个人来的，每个都得站。五次三二一，哪有六啊？五次三二一，哪有六啊？哪有六个人啊？那吃饭整是错了。去看看看看太阳去。咱四个，就咱四个。咱四个属于反应快的。一哥开始，倒四回三。倒四回三哈。什么词儿来的？大家一起来新疆，大家一起来新疆，一个人来的，两人来的，三人来的，四个人来的。三人来的，大鞋过来看太阳去，快去！没地儿了。第二排得垫高点啊！第二排得垫高点啊！那晒不着脸。都够了。我是游戏荒漠，还能坚持到最后，你看着。进前三了也没想到。哎，网仨还玩吗？不用玩了吧？咋不玩呢？进前三名了，你们必须得决出来一个。俩人玩才激烈呢。来吧，你的，哎，大家一起来新疆，我一人来的，俩人来的，三人来的，俩人来的，谁错了？咱真的，咱慢慢来。刚才谁先说的？我这么转，一个人来的。我俩人来的。这么转，这师哥，你给我出来吧你。然后仨人来的，然后我说俩人来的呀。俩人来的。然后应该是俩。就没你。爹去吧。这么俩人吗？爹晒太阳的。来吧。那凳子都不给他。墨镜摘了啊。好。哎呦，真晃眼呢。来，你俩玩吧。俩人还咋玩了？俩人怎么最激烈就是俩人。那咋玩啊？咋玩啊？大家一起来新疆，我一人来的，俩人来的，一人来的。你看错了吗？最激烈的就俩人，到这一轮就是看谁先累。对，来吧，来，我来吧，来，我们一起逛新疆。我一人来的，俩人来的，一人来的，俩人来的，一人来的，俩人来的。我说了。小白这一个人还能玩呢，一人来了，谁来呀、啊？你来，是不是？我给你们张罗范儿。哇哦，哥哥今天是什么菜？今天黄焖个羊肉，炖个鱼头，加豆腐。哇，太牛了！大菜。哎呀，你爱吃豆腐。小白。从输给你的人中选两个人去拿线索卡。小白，不是你选我们晒时间长的吧？我们的眼睛都瞎了。我时间长的不用选了，眼睛已经看不见了，线索卡已经看不见了。我想看他们再对决成两个人，对决成两个人。你们必须得决出来一个人，怎么最激烈就是俩人。小白这一个人还能玩呢。小白选两个人去拿线索卡。我白白哥，你选我们晒时间长。白白哥，哎呀，从腾哥开始，这么转啊。好。来，从一到五，从五再回一啊。好嘞，来吧，
大家一起逛新疆，我一人来的，两人来的，三个人来的，四个人来的，四个人来的。不要了，我看他不站，我就站起来了。那你也错，错了，是不是我应该站起来？我一人来的，但是我没站，他站了也错了，他应该不站。那行，那咱俩去拿那个信息，行，好不好？咱也不玩了，怎么的？咱也不玩了，我们来，不在家呢，可不可以？行行行行，好好，我也看差不多了。小白，不是这样的，小白，小白，我们还没有巅峰对决。走走，我俩委屈，我俩委屈。行行行，我俩委屈委屈，跟着你。走走走，不能这样。白老师，哎，往哪儿走？来，哎，我们是一个一个去啊，一个一个去，一个一个去。对，行，那师哥你先去。不，有那我先去，我怕一会儿你们后悔了。快点，快点。是屋里是吧？大宝老师您好，先请坐。在这里，你想问我是自己的身份，还是某人的身份？只能问一个是吧？就问自己吧。你的身份是？这是个特别重要的角色。黑渊。哦。黑渊就是大的鹰，猛禽。猛禽，食物链的最顶端，整个草原的统治者。